大家好，我是青衣，我又回来了。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我这磁性而又迷人的嗓音了？我在家里面呢，最近偷偷练了一套从天而降的画法啊，比较迷人。主要的话呢，就是利用了水彩的两种技法，一种呢是平涂，一种是叠色。咱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包括这只小猫啊，就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技法。我们只需要把猫画出来，然后呢在它上面平涂上一层，接下来干过之后呢直接再叠加一层就 OK 了。那么这个银杏叶啊，它呢我用到的技法是接染加上点染，把这个小喵的影子和银杏叶的影子呢轻轻的去划拉一下，把它划拉出来。银杏叶的话呢，底色干过之后，咱们用勾线笔呢轻轻的给它勾一些线叠加在上面。还有呢，就是用点高光笔把这个猫的身上亮点给它去点出来。银杏叶上面呢可以用深色进行叠加，这样的话呢增加它的对比。画完之后呢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装饰，让整个画面更活泼一点。